摸过十分钟，看了多少个？23个火药，扣掉一开始3个，还算是20个。让我飞起来。奇怪，怎么都不会上铁去了？我睡啊，然后不上铁去了。这样子的哦。喂，可以。引力吧会离锚6个，然后，这样，从这里算1格、2格、3格，所以它这个位置会直接出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离6格，对，最多就是在这个角落，在这个角落，4个角落是刚好第6格。然后当苦力他走。如果这个不挡住的话，它会卡在这里。所以苦力怕这边只有5格，跟猫的距离是5格，它会一直过来这里。我们看丢在这里，再往那边去。然后要保持6格，它会往这边走。然后这边它就会往下掉，这里就这个就不会。再来是极人版的蜘蛛是2×2，所以要这样子盖。要把版的是3×3，所以不需要这样子做。最后就是跟加巴版一样，他们要盖。从这里下去，这里狐狸怕在这里是不会下去的，跟2个版本都一样，就是要让这个神怪的只会长狐狸怕。
拼，这样就盖好了。这一格要放一个方块在上面，才不会去推到猫。猫的位置不能变。全部盖好以后，就是整个塔就变成这样子了。然后呢，极岩板其实没什么效率，我不太喜欢盖这个。毫无效率可言，跟 Java 版的效率好太多了。OK， 大致上就是这样。原版的古里帕塔比那个14×14的盖法是好一点，比较好盖，但是麻烦是要引猫，要放猫在里面比较麻烦，但是效率会比14×14的好一点，就这样子而已。OK， 这个也没什么效率，放那么久才一个。拜拜。